心想的却不得，一夜苍穹归来，人世已离歌，今生不可得，天涯各奔荣心乱，天缘长久人稀开阔，离他不远却近不得，天机一分涌冲去月百年后，所幸思念终成歌，离人回音含笑着夜奔长空，雨晴的树并没消失，好心肠泪不知消失，却总不知有心苍穹正开阔，我思我叹一夜不敢求白头，这世间不必多解释，若心痛人不知如何。谁允许你私自出宫的？皇上啊，你有意见？哎呀，好了，我今天出宫也是为了你呀。这个送给你。软凝膏，包管你用了之后，手上细腻又光滑。今天我跟皇上出去逛街，一眼就相中了它，特意买来送给你的。我不要。我知道错了嘛，对不起。对了，我有个正事要跟你说，我觉得钱于卫该去帮助平民百姓。咱们钱于卫呢，虽然承担着保卫皇城的重任，但过于威严，导致百姓对我们有很多误解。我认为我们千余卫不应该只围着皇宫转，应该关注百姓，为百姓服务。所以今天呢，咱们的主要任务是扫大街，捡垃圾，慰问孤寡老人，照顾老弱病残。什么？你让咱们堂堂千余卫进军扫大街？嗯，开什么玩笑？就是啊，这怎么、啊、这不胡闹吗？这算什么呀？老大，你就这么看着小强子胡闹？你才胡闹！怎么是胡闹呢？小强子现在是督军，他说的话就是命令。好，长胜，你等下带几个弟兄去把东街路口的垃圾清扫一下。行了，行动起来吧。老大，你身为千羽卫的统领，你代表了千羽卫的形象，你更应该亲近百姓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，这样他们才会信任我们呀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臭小子啊，不好念书就算了，现在还偷信任的别人，你看我，你看我不打死！李超群，老子的儿子你也管啊？冲动了，冲动了，误会。叶朝云，你给我松手！误会，亲民爱民呢、啊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为什么偷先生的笔？我看先生的笔坏了，我想拿回家给他修好，但是他们不听我解释，非说是我偷的。你这是做好事，不是偷。不过以后呢，要告诉爹爹，知道吗？嗯，好。儿子的话都不信，以后再让我看到你打儿子，
军法处置。爹爹，这人有病，咱们快回去吧。走走走。燕长云，你刚刚对小孩子挺温柔的嘛。我没有。你明明就有啊。王友一案，燕长云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燕长云和千羽卫正在被新来的督军折磨，每天出去在皇宫外面帮助老弱妇孺，净干一些琐事，没工夫管这些。是皇上派去的那个小太监？正是。好，趁他们胡闹这个时机，即刻查清方游的下落，早日破获朱银粉案。我要让他们看看，南国离不开我萧万里，只有本相才能够安国兴邦。下去吧。是。父亲，听说您找我。听下人说你又要出去啊？去哪儿啊？又去皇宫？有这个时间，你倒不如去刑部走一走。我的事就不劳父亲您费心了，您还是一个人握紧权力就好了，何必管我呢？不把权力握在手里，谁来掌控南国的局势？又有谁会让你坐上刑部侍郎的位子？又不是每个人都像您一样贪恋权势。逆子！傅小可又传音信回来。还没有，师父。可是燕长云还活得好好的，我看傅小的行动肯定是失败了。师父，这么重要的任务当初就不该交给他。傅小空有一身武艺，做事冲动无脑。那你还想怎样？杀了他？必要的时候不是不可以。够了。傅小现在音信全无，你们不想着他的安危替我分忧，居然在这里如此胡闹。徒儿错了。可师父，一直等着消息也不是办法，徒儿下山去打探师姐消息可好？师父，我也愿下山去杀燕长云，去完成拂晓师妹未完成的任务。下毒，你我二人有约在先，我帮你杀了燕长云，从此再无瓜葛。没想到你居然如此卑鄙。本来我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
更何况燕长云至今未死，先生要作何解释？不过，你派去杀燕长云的那个徒弟，倒是挺让我意外的，居然假扮太监，还混进宫了。只可惜啊，失忆了。什么？失忆了？先生不必担心，他现在混在千羽卫里，对我来说反而是件好事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他跟你们一样中了我的毒，但是我暂时还不会让他死，而你们也不会死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今已是一个废人，对你没有任何利用价值。白先生，你不必太过自谦，还有很多大事等着我们去做呢。放心，我有解药，能保你和你徒弟们性命无忧。如果不服用，则会在百日之内暴毙身亡。要不要，就看你的选择了。燕头领，今日表现不错，已经有不下十个人跑过来跟我夸你，而且还有五个姑娘表示愿意跟你来一段美好的姻缘。接下来还有什么安排需要我配合的？接下来呢，你只需要。行行好，给口饭吃吧。哎，谢谢谢谢。这些人都有手有脚的，干嘛不找份活计呢？何必在这里乞讨？他们都是十五年前受光友之变牵连的秦家旧部，朝廷判他们终身刑期，永世为奴。其部分家眷要么就在烟花之地陪酒，要么就在富家之地为奴。官有之变是什么？一场证据确凿的冤案，一个英雄的没落。他们应该许久没有吃东西了吧。娇娇，你去找些吃食来。大爷好，您没事吧？他平日里最爱干净，居然踏进了这条又脏又臭的巷子里，为了支持我，他竟然做到这种地步。这千羽卫能出来做什么？你先坐会儿。要我看，就是那个燕长云，在做表面功夫，做做样子吧。没错，听说此人，谢谢，可是心狠手辣，六亲不认呢。像这种位高之人，居然能体恤咱小老百姓，很可能就只是做做样子。对，二位。你们认识燕长云啊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哦，那他抓过你们？没有，没有。哇，那他跟你们家有仇？没有。嗨，你们这么说他，我还以为他不是偷过你们家钱，就刨过你们家祖坟呢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你？那我应该怎么说呢？你们俩都不认识人家，还这样乱嚼舌根子。如果再让我听见你们说燕长云一句坏话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哎，别跑啊，我单挑你们两个。那天不是你说的我们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？那也要分情况的嘛，那两个人本来就该打该骂，又不认识你，干嘛要那么说你？你分明就不是那样的人，你就是一个重情重义、心地善良、为人真挚、有责任。我还以为你很讨厌我，
你欺负人的时候本来就很讨人厌嘛。我没看错吧，他居然对我笑了。他们太可怜了，我去找些衣物来。明天我再来给你换个药。谢谢啊。好了。初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整个都城都在传呢，燕统领带着千余卫深入民间，造福百姓。百姓们现在有困难就找千余卫。怎么样，忙了一天了，累了吧？满头都是汗。我没事。我给你带了点吃的。啊，我还不饿，不如分给他们吃吧。来，吃点东西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了。谢谢谢谢，谢谢。初月姑娘，谢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来，大家吃点东西。我们老大出来干正事的，这里可不适合你啊。初月本无心打扰，就是想来看看燕大哥。这位姑娘，你找我？拂晓，别在这装什么失忆了。你不顾我们大家的生死，在这里跟燕长云那个狗官眉来眼去，狼狈为奸，分明是贪图荣华富贵。我什么？拂晓，你怎么知道我失忆了？你是不是认识我？怎么称呼啊？少在这儿跟我演戏，不管你是不是真失忆，现在就给我回去。凭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哼，你果然是个叛徒。今天我就要为师父清理门户，受死吧！娘，你的武功呢？别在这装傻充愣了。什么武功啊，我真的不会武功。还记得这把师父给的梅花短刃吗？挨上一刀血流不止。没事吧？他认识我，你快去追他！已经跑远了，追不上了。你受伤了？他拿石子打我腿了。还能走吗？嗯，走吧。上来吧。你，那我真上来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那我们可说好了，要背就要背回去，你可不能半路说我太沉，又把我丢下来。知道了。
燕大哥背的那个人是谁啊？啊，他是我们千羽卫的小强子，是个公公。公公？嗯，还燕果生的，没错。走吧。强哥，你有心事？哎呀妈呀，吓我一跳！哎呀，怎么才来呀？我这一听说你要见我，我就马不停蹄的赶来了。怎么的，在千羽卫受欺负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在千羽卫待得非常好。小刀子，我跟你说啊，而且呢，这个燕统领对我也特别的照顾。我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呢，他会主动过来救我。我折腾他，他也不生气。我觉得吧，是不是你想多了？现在燕统领已经救了我两次了，我不能欠他这么大个人情啊。要我想吧，这个事想我也已经想过了，你就不用再想了，我得好好的表示一下才行。不是强哥，可是我已经可是过了，你就不用在这可是了。那你找我来干嘛呀？对啊，那你既然一无是处，退下吧，小桃子，我已经不需要你了。哎，你想什么呢？燕长云啊。这一听说燕长云这三个字你就傻笑。我看你这架势是喜欢上燕长云了。我，你说什么呢，小刀子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呢？我又不是个女人。又香又脆的虾皮饼，吃一口回味无穷，我可真贤惠。燕长云，我可不是为了算计你才给你做的啊，我单纯是因为我是你的忠实好下属。嘿嘿，小祥子，参见皇上。哎呀，这几日不见，朕想你了，都干嘛去了？我这不是每天带着千羽卫日出行善，给皇上树立形象吗？这段子什么？还挺像。真的啊？我常吃的一种饼，亲手做的，想着带去给燕统领尝尝呢。给燕长云做的？嗯。你怎么没想着给朕做呢？朕平时对你多好呀，你做人得知道感恩。嗯。这样先吃。皇上，我这就做了一人份的，你要是想吃，回头让御膳房给做呗。不行，朕就要吃你做的。嗯，可以啊。真的？嗯，拒绝要了。皇上，哎呀，吃你个饼，真小气。哎呀，你吃吧吃吧。嗯。怎么回事？嗓子痒痒的。那。什么做的呀？就普通的面粉和西海精工的小虾皮啊。哎，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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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人呐！皇上，皇上晕倒了！皇上，皇上，快来人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来人呐！燕统领，快点！皇上，皇上，怎么回事？我就给他吃了我亲手做的虾皮饼，就这样了。哎呀，皇上！冯公公，快去取点紫苏叶捣碎成汁，快去！哎，平时你们这个有能耐，那个有本事的，关键时刻一点用都没有。皇上要醒不来，你们全得死！是。皇上，皇上醒了！皇上醒了！皇上醒了！皇上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朕没事。把小强子给本宫拖出去，乐棍打死。皇后娘娘，奴婢什么都没做呀。你还敢狡辩？娘娘三思，当务之急应该先搞清楚皇上到底怎么回事。小强子说的没错，是朕自己要吃饼，与他无关。皇上，这小强子都要害死你了，你还帮着他？你们都下去吧，小强子留下。是。
那臣妾先告退了。皇上，你怎么样啊？好没好点儿？您吓死我了！幸亏有燕头领及时出现，用紫苏叶汁救了您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！皇上，紫苏叶汁来了。燕哥，谢谢你。这饼里有虾皮，朕对虾皮过敏的事，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，这是我俩之间的小秘密。青烟，难道是你？皇上怎么样？燕头领，已经没事了，多亏了有你在。要不我闯了这么大祸，太皇太后肯定又要把我杀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没有冒领你的功劳，皇上知道是你救了他。你也受惊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这次是我欠了你人情，日后我肯定还。老大，你今天出手救了皇上，他会不会怀疑你的身份？早晚会有这一天。毕竟小时候，我们对彼此都太熟悉了。严哥，快来尝尝御膳房新做的点心。严哥，今天你要教我哪一招啊？今天教你落英剑法中最厉害的一招。严哥，为什么唱戏的人要画花脸啊？画花脸，他就不是他了，他就是唱戏的人，这样才可以隐藏真实的自己。你是不是还念着跟皇上的兄弟情啊？现在调查出阴粉已经陷入僵局，必须要有一个人破局，这个人就是皇上。那个小强子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要我说这个人就不能留，不然等他恢复记忆，你的处境会更加危险的。真当自己是杀人狂魔了？这件事情我有应对之法。方游那边怎么样了？已经越狱了，我安排了人跟踪他，能不能找到朱阴粉的源头就看方游这条鱼饵了。也只救朕，你就是秦衍。皇上英明，没错，我就是秦衍。这么多年，你潜伏在朕的身边，到底有何目的？秦家的事，你明明知道是被冤枉的。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为秦家平反？我们秦家一直对你忠心耿耿，可最后却落到一个株连九族的下场。燕哥，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？参见皇上。皇上，昨日燕统领救驾有功，知道用紫苏叶汁救朕，不知想要什么赏赐？请皇上治臣的罪。燕统领何罪之有？昨日臣并不知道皇上是中毒还是身体有恙，
只是曾经在街头遇见过有人有过相同的症状，就是被紫苏叶汁给治好的，所以才冒险一试。请皇上责罚。燕统领救了朕，该重赏。微臣谢皇上。皇上，皇上，御膳准备好了。把小强子叫来，让他陪朕用膳。皇上，您叫我过来吃饭，就是为了看我吃饭的呀？啊，这只是其一，你最近都不在朕的身边，朕吃饭都没胃口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怕你在千羽卫吃的不好，给你补补。那你放心好了，燕统领对我们好得很。千羽卫的饭菜虽然比不上皇上的精致，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。嘿，你之前可是要死要活的留在朕的身边，不肯去千羽卫，怎么？这么快就被收服了？哎呦，我怎么会被他收服呢？我就是觉得我们之前都对他有误会，他根本就不像人们口中说的冷酷无情、好色嗜杀。上次我们在街上给乞丐擦药，他是亲力亲为，毫不嫌弃，是个好人。是吗？嗯。看来朕对燕统领的了解还不够深。嗯。早知道就不该让你去折腾他服务百姓了。他是行伤刚愈，别又给加重了。皇上，他的伤都好的差不多了，痂都开始往下落了。你看到了？对啊，我亲手给他上的药。啊，嗯，胸口上的伤呢？胸口？啊，他胸口哪有伤啊？打的不是后背吗？哦，对，朕给记错了。皇上。那您要是真的没别的什么事儿，我就走了。燕统领最近让我练剑，我可得勤快着点。哎，等会儿。练剑？嗯。为何？他嫌我武功差，还非要考验我，说我要是在他手底下过不了十招的话，他就不要我了。哦。哎，要不要朕帮帮你？你别看朕平时不用武，朕可是有一套独特的剑法，专门对付他的。真的？看在咱们俩是兄弟的份上，也别试试。那就走吧，别吃了，皇上这边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娘娘，依奴婢看，您今日啊，还是不要太着急去见皇上，太过主动，皇上怕是不喜欢。本宫知道，可是，本宫想他。娘娘，您总这么说。要不，本宫这次主动一点，下次再矜持一点。哎呀，快走吧。皇上，你可以啊，这什么剑法呀？别问那么多。又是小强子。哦。皇上都没教过本宫这样练剑。娘娘，要不然咱找国舅爷想想办法，直接杀了小强子。不行，这怎么说也是一条人命啊。小强子虽然有错，但是也罪不至死。那就想个办法赶出宫去。这赶走一个小强子，还会有第二个小强子，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哎，娘娘，莫不如把这个小强子要到咱们宫里来，娘娘可以时刻看着他，省着他没事跑去撩拨皇上，看不惯的时候还可以敲打敲打。好主意，本宫怎么没想到呢？皇上既然如此关注小强子，那说明小强子肯定有博得皇上欢心的手段。把小强子要到身边，一来可以让皇上经常来我寝殿，二来本宫还可以向小强子取经讨皇上欢心。哎呀，娘娘，我说的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本宫知道一箭双雕嘛，这样既可以让小强子远离皇上，又可以用他来吸引皇上。只要皇上能在本宫身前出现，我就有机会。
抓住皇上的心。人海茫茫，路漫漫又长，儿时一面流年难将往，世间多沧桑，天涯各一方。暮色落零散，月光浮离殇，兜兜转转还是当年模样，人间有柔肠，情字长心藏。抽刀断水谁流淌，年华似水又变来无恙，怒马鲜衣只为取你红妆。曾爱尽情爱最难放，为你舍断今生又何妨，我把这温柔私藏，世的山高水长，一念一梦一生把你放心上。若真能与你痴爱一场，何惧风雪扰乱我心房，不舍不忘不悔是为你衷。山高水长，一念一梦一生把你放心上。